花钱换还要一段时间，抱歉，好，我只能跟你说抱歉，因为这个音频当初用一点点钱，只要补课可以听就好，那谁知道我们会成立 YouTube， 但是慢慢来吧，哈，我没有钱，好，很多都需要钱，好了，来，我上课了 ，OK， 来。4月6号到2月28号，3620，普及了，你看得懂哈？看懂吗？我们2月28号补4月6号的课，安山有5周，所以我们3月1号、2号可以放假。OK， 好，阿朱要记住哦，哈，我们都有那个推广，来，新闻英文拿出来，谢谢。我们新闻英文每个礼拜都会持续的上，因为它才是我们学英文最重要的用法啊，里面会把高中的东西带给你。然后我这个礼拜开始英文新闻的步调会加快一点点，因为我每次文法都讲一滴滴，有点小慢。OK， 好，我尽量，好吧 ？OK， 好，看今天可不可以把时态语态都把它结束掉？来，没有讲义的赶快拿。OK， 好，阿桑你出大包哦，对不对？你看。大包啊，出大包啊，印一张就印4张，然后里面空白了啊，不要把它当回收纸回收掉 ，OK 哈。啊，早上没有来上课的加油，起不来哦 ，OK， 我也差点起不来 ，OK。卡基呢？你要上课啊？就坐就坐，对，就那一份。哎，谁的爆米花呀？好了吗？高一的都进来啊，好来 ，Here we go，Thank you，OK，、okay, 好，哎，静听一下哦，因为我把这个麦克风放在那边，我怕没有声音，好，来上课上课上课，感谢英文，感谢你，好，哇，我今天条大龙哎，哇，好可怕哦，哦，早上9点到12点多亿，下午1点半到5点10分，高雄2班多亿。最近都一直在上多语，晚上高一高二英文，哇，好累，但是爽啊。OK， 好了，开始新闻英文 ，Go， 没有拿到的赶快赶快叠加。还有谁没拿到？谁没拿到？还有谁没拿到？都有了哈。好嘞，我们上吧，加油。OK， 新学期开始哈，过年不管过得怎么样 ，OK， 反正都过了。OK， 啊，还要赶快收心哦，好不好？赶快收心哦，礼拜六起不来的，礼拜天起不来的。OK， 好，你们很快就高二了，我闻到后面的味道了，太过分了。我还没吃饭呢，那你吃吧。OK， 好，好了，我们看第一个，来看第一个新闻了。European， 这个叫欧洲的或欧洲人。OK，Europe 叫欧洲，谢谢，最简单那个 country， 以欧洲的国家 set up 圈起来。感谢你今天哈 ，set set up。OK， 好，学起来。第一个很重要的单词语就等于 establish， establish， 再写上去，国中学的 build， 不要再写一个，这不是找到哦，这是建立哦，这四个一起背好不好？要高一要背这四个，高二高三会再增加，这都叫做建立创办，好，或建立或创办。有人抱怨说老师 YouTube 音质太差了， OK， 如果是上课的的确差，可是如果是直接录的也稍微好一点点吧，有在看吗？还是很差哦，好吧，那真的要花钱了。哦，韩姐你今天化妆耶，好美哦， OK， 好，你真的就是漂亮， OK， 我们班女生只有两个字，漂亮，男生没感觉， OK， 真的啦，人美心就怎样啦怎样啦怎样啦。然后那个音质我尽量改善，好不好？好，那我们不是专业 YouTuber， 但是我们还是要处理，不处理，对啊 ，YouTuber， 对啊 ，YouTube，YouTuber，OK，、okay? 还是要处理一下，因为很多人跟我反映的哈，有跟我反映，那反映都是好事，表示他们在意。有跟我反映，老师不是老师，而是我朋友跟我反映，你要加英文字幕啊，这样才有学英文的效果啊。啊，什么事？赶快，赶快，赶快，来桌上来一份，桌上来一份。OK， 好啊，有订阅记得要收看哦，谢谢你们，好不好？谢谢你们支持。那不管怎么样哈，你们至少要收看，不讲话，至少要收看我。我们现在后面这一篇不讲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给你们的量太少。那至少你们要去收看我后面这一篇的讲解，像这礼拜天、明天我就会来录这一篇的讲解。那你们要看你们考试才会啊，我会给你们安排考试，10月份的就这礼拜考，11月份跟1月份的会陆续都在这两三个礼拜把它考完。哦，这个一定要读课外的，好不好？来建立 set up， 来我们去往下，谢谢。European 的 countries， 欧洲的国家建立了 trade 荧光笔会考贸易，
交易贸易林书豪交易 OK General Meaning Trade， 你打这个 Google 上去就会有一堆暴龙队的跑出来， OK 一堆暴龙队的东西跑出来，林书豪去了，今天有没有比赛？好像没有，对不对？OK 哈，前天比的好不错哦。OK 哈，8-5-5，8分，五个助攻，五个篮板。因为我是那个 Insanity 零粉，所以他的一举一动还不错。他今年打的应该是最好的一年。OK， Your parent country is set up a trade， OK， 来建立交易 channel， 这个字叫做各位同学 Rainbow Channel 叫漂亮，你们都会。所以 channel 可以当电视的频道，也可以当什么？也可以当什么？所以当频道还可以当什么？啊，频道不就是管道？啊，管道就是通的嘛，运输，所以这个字又可以当海峡。OK， 英吉利 Channel， 英吉利海峡就这个字。那我们台海两岸。海峡两岸的用哪个字？海峡两岸这个字 ，straight， AI 发长音的 a， 来，全班问你是 straight， 这是海峡两岸。你们想统还是想独？没关系的，不要等一下下课打架。我只是想要知道你们年轻一代的想法，你们想统还是想独，还是维持现状？想被捅碎啦！哦，哈哈，欧弟，哇，你真厉害哈、啊！来 ，OK， 想被捅啊！所以进击已经了解，欧弟为什么要念南校了 ？Zavier 昨天很嚣张，连成伟非常嚣张，他说他在南一中有人送他巧克力，情人节。我说这有什么好嚣张？你们班都男的，对啊，他送你巧克力，对啊。所以你开心都开心了，要担心吧？他很傻，他不知道那什么意思。那是 confess， love confess， 告白、欸，人家跟他告白、欸，男生跟他告白、欸。他被我讲完之后，他才开始担心。他昨天很可爱，说：“那我内裤要穿两件，如果硬要来，你穿几件都没有用。” OK， 好，来，你们坐，你们坐电梯的时候，那个一楼电梯门口，我有教你告白的十大金句啊，你看啊。要背啊！第一句，杰瑞麻瓜有教我们的 ，You complete me。那是我们那1996年的电影。什么叫 You complete me？ 男生一定要这句话，对你的太太、对女朋友讲 ，You complete me。你使我生命完整，多好！会，你可以直接翻译，你完整了我啊！你完了。OK， 那女生就回下面那个瑞迪奇讲的，对不对 ？Shut up。Just shut up. You have me and hello. 什么是 you have me and hello？ 哎，这我是不是早上讲过了？哦，对，好棒哦！你在打招呼的时候就拥有我了，你进门的时候就征服我了。下面有好多 ，OK， 好，谢谢，很多了哈、哦。下面的金句 ，OK， 非常好 ，OK。那其实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去，等一下去街上。去街上那个搭讪，看到女生，哎，你名字叫 Google 对不对？就这样跟搭讪，他一定会觉得你是神经病啊 ！What a stupid name！ 我怎么会有那么蠢的名字？真的啊，你就叫 Google 啊！我说不，我不叫，我不，你一定叫 Google， because you're the woman that I'm searching for。因为你是我一直在搜寻的女人，所以 Google 啊，一直 Google。看这一句超强哎！你们为什么摇头？世代不同，好，算了，我错 ，OK， 对不起 ，OK， you're the woman that I'm searching for， 哎，你是我一直搜寻的女生呢，按说搜寻不都用 Google 吗？所以她就叫 Google， 好胖哦 ，OK， 好，试试看了哈，然后分手就算了 ，OK， 好，来，告白失败就算了 ，OK， 好 ，confession， 来，我们看一下 European country set up trade， 钱了，不讲话，谢谢，来，他说建立呢一个。那个贸易的频道、贸易的平台、贸易的管道 ，so was OK 好，来，他说 Iran 伊朗国家 to bypass 这个字当名词、当动词都可以。各位同学 ，bypass OK bypass 就是旁边路啦，当名词叫做当名词就是旁边的小路，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翻呢、欸。但同当动词就是怎样？台南有一个很棒的一个道路可以讲给你们听，同学，你们知道东门路吗？知道，好，来，假设这是
胜利国小这个东，哎，是东城吗？还是东门城啊？东门城，东门城在这里啊，这是东门路 ，OK 啊，这个是林森，林森路，这里是不是有一家姜母鸭？知道啊、哦？然后这东门路是继续往下，这里有一条小的，可是它到后面又会一样变一条，知道吗？然后它就有个告牌、告示牌，如果你要持续往东门路去的话，它会建议你走这条小条的，所以 bypass 当动词叫绕道而行，就不要去走那个比较塞的，它同样会有效果。你知道我在讲哪一家姜母鸭吗？知道了，我再带你去吃，知道举手。哇塞，都知道。那你知不知道啊？它后面是那个什么啄木鸟还是什么丁丁啊？啊啊，对啊 ，Grace， 你不能吃哎、欸！啊，喝汤，哎、欸，你可以喝汤吗？就是姜母鸭汤，你不要吃到肉，你不能过变数啊！所以你全数啊！啊？哦，蛋可以吃，可是那这样子煮肉的汤啊，有汤没有肉你不行。Grace， 那你生人生有什么意义？你人生活有什么意义？好可怜哦！好，对不起啊，我们那个不一样啊。OK， 好，你们这样身体健康啊。好，听说这样身体健康，可是啊，无肉不欢呢。哦，那很可怕哦。谁？他哦？平身平序，我想起来了。没有平身平序，只有平身而已啊。OK， 好。你啊、哦？你素啊、哦？你这身材看起来不像吃素的，你骗谁啊？你看，看得贵，你吃素啊？来开玩笑啦，对，不错啦，不错啦，那皮肤。真的吗？哦，对，因为他和尚啊，对 ，OK 哈、啊、，OK 哈、啊，来绕道而行啊，不讲话，不拿这衣衫了 ，bypass 当名词叫做旁边的道路，我这样写哈、啊，旁边有比较小的，当动词叫做绕道。绕道而行，哎，这会考，谢谢。来，在英检不是，对不起，讲错，在多益，多益考这个字 ，curb，thank you，curb， 这是多益考试，这叫什么？上我多益课就知道，我们在听力有听过，这是 curb， 这个字叫做，这个字真的很难，这是马路啊，这个是人行道。人行道通常会贴红色的砖，对不对？马路跟人行道中间会有一个凸起来的那个圆柱。不是圆柱啦，就是像这样，这是人行道，这是马路。那它上去这个部分，多益考中的是由上去这个部分叫 curb。这种物中文怎么翻？我、哦、好想用投影机直接 curb 打图案，你就会了。这个是人行道，这是马路啊，它不是会有个水泥圆角上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叫什么？不对，那不是分割岛，分割岛叫做 traffic island。所以这个就。写人行道路路缘，这样你看得懂吗？真的是不会画手，不然我很想画给你看。它会有个圆角，对，测试图，这样是人行道，这样的圆角上来这一块。就是人行道路 curb。好啦，你如果不想学算了，反正你而且哇，我被扣也有多益啊啊，那这个但是不会考，好吧？那既然多益要考，那就会，因为它是考在听力，你就听得懂啊。来，延伸，因为我是绕路，我不要跟你去塞车，所以这个当动词叫做我一定要特意的避掉、避开、避开、避掉啊。好，谢谢。So European countries set up trade channel with Iran. 他建立了交易的管道跟伊朗 to bypass， 特别要避开，要避开 US 美国的 sanction， sanction 叫制裁。好 ，sanction 叫制裁，在多益或者是在我们的学测，它会联合另外一个字来考上去 ，econa。OK, economic, economic, think, sanction. 好，来，这会考这个 economic. OK, economic sanction 叫经济制裁。诶 economic,
economic 经济制裁，写起来。好，大陆是不是对我们经济制裁？有多少有一点，对不对？只要是绿色执政的地方，游客都不来；蓝色执政的地方，游客都来。所以现在在高雄，很明显，我在高雄火车站，以前计程车都排很多，现在都要等计程车，因为计程车进去出来，然后就计程车是空的，很少，真的有差别。然后在火车站，你常常可以听到那个不一样的中文，哇，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宝岛呀！讲话就不一样，那个他们讲话就很轻佻 ，OK， 我在宝岛的高雄，讲话就不太一样，这就是宝岛，他们都叫我们宝岛，他们不叫我们台湾，他们叫我们宝岛 ，OK 哈 ，OK， 然后还有在喊，就拍那高雄车站，他们很喜欢拍，好，然后还有呢，我是可以看到繁体字啊，我都看不懂繁体字，所以我们不能改，我们改会失去特色，知道吗？我们就是要繁体字，绝对不可以改那个简体字。所以我跟大家宣告，从今天这堂课开始，我不写繁体字，不简体字，不写简体字，抓到简体字，抓一个请一杯，一杯，啊？啊，你可以累积到就是很就是二十杯的时候，全部一起买啊，一杯红茶，加珍珠。加椰果，加仙草，这样可以吗？红茶、珍珠、椰果、仙草，加糖，加小谁强的？告诉我加小 ，OK， 很难听的 ，OK， 好来。所以我们讲 ，European country set up a trade channel。OK， 我是 around to bypass U.S. sanction， sanction 叫制裁 ，economic sanction 叫经济制裁。谢谢，多补一些单字背起来。谢谢，往下看这个 French 的可以叫法国，这个单字是英法的国会啦。英法的国会叫 Parliament， OK， 这是英法的国会，美国的国会跟我们台湾讲的国会用就是哈 Congress， 写成 C O N G R A S S， OK， Congress， 这是国会，美国的国会用这个字， OK， 所以英法的国会是 Parliament， 美国国会用这个哈。一杯，好，记。要改，你们也可以今天买哦，就一杯，然后大家分着喝哦。不要，你们不是那种一杯从一号传到最后一号吗？有没有就从上课就开始一杯啊，一人一口，传到最后刚好喝完。好，一杯，现在啊，现在一杯。我觉得这个工大的陋习要改掉哎，我们可以就玩五分钟就好了吗？好，大丈夫一人之处。是马难追，说到做到 ，OK 啊，来就一杯记起来哦，好不好 ？OK， 来我们往下 ，OK， 来，所以 French 的哈 Parliament 这个字叫国会，美国的是 Congress， 对不对？各位是 Congress， 有的时候会出院哦，一定要念的 ，OK 好 ，passes 通过了 ，OK， 然后通过法律 ，two，OK、okay, 好，哎，钢胶马上出来，钢胶马上出来了，我要 curve 这个当名词叫人行道路缘，那这边 to curve 那很明显的嘛。这边根本就不是建立法律要干嘛？好来，就把它交完吧 ，curb。OK， 好来，既然有就处理掉，谢谢。第一个，当名词 curb， 这个当我们在那个什么多义的时候是人行道路缘，可是如果这个字在这边的话，它是衍生过来 curb， 知道吗？你有没有看大陆剧？大陆剧它那个古装剧，它会骑马，对不对？骑马驾驾驾，然后拉的时候，它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大陆的古装剧都有点像小孩子尿尿尿到后面，你知道为什么尿尿尿到后面会这样吗？对，为什么？是不是高潮？你确定你尿是尿吗？那个台语叫嘎铃顺，对不对？妈妈教的嘎铃顺，女生不会哦，男生为什么会？因为尿其实是一个热量。啊，你把它排出去，对，丧失你的热量，你突然会有一点点打冷战。但是女生坐着，她就比较不会，而且我们的性器官是外露的，女生是内的，外露就会散热。OK， 好，好，接下去这叫，哦，现在写中文都要很小心，会不由自主的写出简体字，勒马的那个吁的那个绳子，勒马的绳子。OK，
雷马神的对哈，好江神对，因为江我不会写，是雷马的神，所以当动词就是要那个绳子就把马拉住，要讲那句话，所以来想要去，这中文当动词叫遏止。遏止，老师我明明就学 stop 阻止，对，所以我们用这个字，我们中文相对就不翻阻止，不翻停止，我们翻遏止，等于哈，来 curb， 所以这边很明显是 curb 是遏止，下面有，如果是看下面，不然我不会写。好啊，第三个就是这个、啊、人行道路缘，我就不讲了。好，人行道路缘那是边边的感觉。好，老师为什么？那解释给你听哈，这是马路，这是人走的地方。这是阻止的感觉，要阻止汽车往人行道上走，所以这个 curb 就叫人行道路缘，这样听懂吗？我要阻挡汽车往人行道上走，所以这边就变成人行道路缘，而且喜欢考这个。OK， 加油啦！三个意思 ，curb 当交马上出来，谢谢。OK， 可以啊，谢谢 ，Thank you。好，所以用一些 curb 可以说 violent 叫遏止 ，violent 这个是全场必考 ，violent 叫暴力的。violence violence 是名词，叫做暴力。OK， 好，谢谢。然后把我写上去这个字 domestic。好 ，domestic 叫国内的，或叫家庭的，所以国内家庭的暴力就是你爸爸打你妈妈，就这个啦 ，domestic 家暴嘛。My girl， 爱你怕我妈妈，谁的歌？靠，这个很久了，你们怎么会啊？哎，龙卷风你们会吗？不是不是，是那个忘记怎么唱。好 ，domestic violence 这个字叫做家暴，家庭的、国内的都用这个字 ，violence 叫暴。那 violence 叫暴力的，暴力的什么 ？violence 形容词哈 ，violence 是名词。好的 ，violence 好 ，OK， 好 ，protest， OK， 好，来暴力的 protest 就抗议，所以暴力的抗议活动，所以遏止法案通过了，不可以哦，好，就是不可以，不会像台湾永远不会通过，因为台湾一定会丢鸡蛋啊，撒名字啊，其实撒名字蛮爽的，你可以试试看，你要抗议一个人 ，OK， 好，比如说你某个医生把你爸爸医死了，你就去了医院啊，感觉好像很爽啊，可以试试看 ，OK， 哈，撒名字，就撒名字不爽啊。我真的是这样，你要去买那个碳钙的钙粉，撒钙粉。你如果没有钙粉，来补习班要，补习班随便都有，我帮你集结，然后就撒就撒，这是我说的骨灰撒。好，不要理我 ，OK 哈，啊不然就撒狗血 ，OK。好，我开始 protest，OK 好了，往下。再可以啊，好，遏止暴力，经济制裁 ，OK， 好，可以，好 ，OK， 没问题，我们就往下。Extreme 叫极度的、极端的，所以用这个 extremely， 动就是副词 ，extremely 极度怎么样 ？OK， 我极度想要怎样，就得 badly，how badly I miss you，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么想你 ，how badly，how extremely， 所以 extreme sport，OK，、okay, 好 ，extreme sports， 我们教过100次，对不对？就是我们的 export， 这叫什么运动？极限运动，凡是会摔到会那个没命的都是极限运动。比如说那个 skydiving， 那个怎么翻啊？就从空中跳下来，然后滑梯再拉降落伞那个，知道哈 ？OK。还有哎，那个谁，那个什么，你们有没有过年有没有去看那个《Dragons》第三集？对对，寻龙高手，他不是有那个，那是真的有的，那是真的有的哦。你真的去找是真的有的哈、哦。那《寻龙高手》第三集很棒啊，有看的举手。哎，还两个人而已，我有看 ，OK， 我也有去看。会吗？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很值得，我还想看第二次哎。而且那个什么夜煞还有马子了，我跟我儿子都叫他日煞，结果去了才知道翻译叫光煞，不是白煞，光煞，因为那就不一样 ，OK 好，翻译方法而已 ，OK。好了 ，extreme 极度的 ，extreme weather 极度的气候，这叫做极端气候。
极端气候。今年美国在台湾过新年的时候，在台湾过新年的时候，美国气候是冷到爆、哦。因为我在美国，我小阿姨在美国，她说美国超冷的。早知道她今年要回来台湾，她看我们都穿短袖，美国要穿两件大衣。OK 哈，好来 ，extreme，OK、okay, 哈 ，weather is so bad， 极端气候是很糟糕的。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ry， 在国家的某些部分 ，even U.S. postal， 以即使即便美国的 postal 叫邮政的，或叫邮局的，是 postal， 因为 post 就是邮局嘛 ，postal office， postal service 叫做邮政服务 ，won't be going out， 都没办法出动。好 ，post， OK， 来看那一版哈 ，postal， post， c o d e， 这个怎么翻 ？postal code， 这样会把 code 叫做码嘛 ，Galaxy code 叫做达文西密码，对吧 ？OK， 啊，什么叫做 postal code？ 这个叫做邮，是的，邮递的递是这个递，对不对？现在写中文都很慢，邮递，我以前一定画一个叉，现在不可以，会请饮料。我以前这样就结束，现在不可以，好可怕。OK， 邮递区哈，我爱台湾哦，繁体字哦。OK 哈，来 ，Postal，OK 哈，这是英国人讲，美国人不会讲这个，美国人讲这个 ，Zip，Zipo， 这是美式的邮递区哈。好，写起来啊，美式的邮递区啊，要多看单字哦，不然你未来看到阅读测验或者是非你们学校版本，你就会一头雾水哦。好不好？加油，赶快！好 ，zip code， zip code。那我单字本就没有那个哦。你看了我们单字本是改版到现在。刚刚有一个高二的学生去拿一本龙腾文化的单字本给我看，我们被抄了。但我不能告他，因为我只有在我们的这个讲班内用。我的想法，图片加例句加解释，这个我们已经用了。Johnny 哥哥就开始用了。Johnny 知道哈，只有他认识。哎，你认识 Johnny 吗？也那个邓群，啊，邓群，对，你认识他吗？不，没印象啊。你知道吗？因为你们说故事比赛还有遇到吗？几年前他都大三了、欸，对啊，按高一大三六年前我就这样编了，然后今年龙腾他现在是第一刷，所以肯定我的讲义被偷了。算了，谁叫我没有钱出版 ？OK 哈，记住哈，没有钱就是贱，所以你们一定要有钱，加油！好啊，用你自己的实力赚钱，好好读书，考上台大医科当个医生，或法律当个律师，或电机进台积电，对不对？好赚钱，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真的啦。OK 啊，也不要唯利是图，但是至少自己的基本生活过得好。好啊，过年过节可以发给妈妈、爸爸红包，感谢他们。是人对吧？就是阿公阿妈，你也可以哈，带一下秋姐，人家你这一辈都没啊，阿妈新年快乐，对吧？那是一种很骄傲，因为现在跟我同辈的，我每年回去，我的红包都蛮大的，我红包都很爽哦，爸妈也很好，这是一种不是炫富，而是我认真在我的工作上相对的回报，但我很累啊。